哦，咁我介紹我嘅成員先啦。咁可能有啲人唔記得噶嘛，係咪先？過一年，好打鼓嗰首啊，鼓手阿布，俾啲掌聲啊，唔該。佢都幾多支持者嘅，其實。哇！右手邊，阿布其實今年定下咗個目標係咩咧？唔係，我哋要俾啲掌聲去支持佢哋，今年一定要做得到先。冇錯，冇錯，減肥啦。系咁，我哋玩音乐系需要人支持嘅，但阿布减肥都阿布，你会唔会企起身俾佢睇下？耶耶！大家支持下佢啦，俾掌声阿布啦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咧，右手边我哋嘅 bass 手阿 Ted， 左手边系吉他手 Henry， 我系主音嘅 Tangy。咁我哋 Position 啦，咁今日第一首歌唱介绍俾你哋嘅呢首歌叫做《无花果》，好冻啊！開始。對話如寂寞內的冰冷感覺，脚步难行，像堕进圈套，盲目的我从不知道，岁月里蹉跎，难同到开花结果。无奈压迫感加深得我都无力再深究，我知我反应太笨，再难讲感性，说不出口的感觉，以泪去保证。如今已无人认领，怎去扮作清醒？哇！家中闪烈的吊灯，照出我一片蓝，伤害无故被骂语打进心海，关系犹如在掌心的蚁，重蹈覆辙，而我只有继续去周旋，由运气一一轮转。无奈压迫感加深得我都无力再深究，我知我反应太笨，再难讲感性，说不出口的感觉，以泪去保证。如今已无人认领，怎去扮作清醒？哇！家中闪烈的吊灯，照出我一片蓝。哦哦哦那些种种的压轴渐成惯例，但求这种关系能用我热诚的心，可使你安心。我知我反应太笨，再难讲感性，说不出口的感觉，以泪去保证。今已无人认领，怎去扮作清醒？
過，多謝曬。